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天使夜未眠。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天天。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和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盛小梅所唱的《生命的花朵》。在聆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没有被盛小梅那个充满活泼、充满朝气的那个歌声，还有这个美好的歌词所吸引呢？好，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单元叫做你我他的故事，就是你跟我跟他。不过这个他是指谁呢？这就是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天天要来跟你分享的这位他就是耶稣。其实啊，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呢，都会面对两种关系，一种呢是与人的关系，另外一个啊，就是与神之间的关系，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两个关系呢，可以建立的好，建立的稳当，天天可以打包票，你一定过得啊，跟别人不一样。你一定过得特别喜乐，过得特别平安，而且充满了信心，充满了感谢。那么要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会了解别人，学会投其所好，学会沟通，学会能够理解别人在说什么，有这个同理心。那么我们怎么和上帝建立关系呢？那首先我们必须要先认识上帝是谁，上帝对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们要和他建立关系呢？希望透过接下来的这一出广播剧，使我们可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哦。你知道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什么意思？我不明白。道还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就更不懂了。没关系，一起来听接下来这个故事，就明白了。朋友你好，你好是我们很喜欢用的问候语。除了你好，很多基督徒在打招呼的时候也习惯说平安。基督徒还喜欢用的另一句问候语就是以马内利，这句话可以用来打招呼或是告别。其实你可能也注意到了，
在好多基督徒的家里，在教会礼拜堂的墙壁上，经常都贴上以马内利这四个字。究竟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其中的一卷书是在公元前701年到681年之间写的，它所记载的预言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预言就是指着上帝的儿子耶稣的诞生，为他起名以马内利，是因为他来到人间的历史事件确实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要从何说起呢？来听道成肉身的故事吧。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会亲自给你们一个征兆，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并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你同在的意思。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而两千多年前这个预言应验了。耶稣他是真神，但耶稣愿意为了你我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世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耶稣这位以马内利的真神所说过的话和所做过的事。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两千多年前以色列的加利利地区。木匠约瑟住在加利利河谷山坡上的一个名叫拿撒勒的村庄里，他和未婚妻玛利亚两个人还没有成亲。有一天，天使忽然出现了。玛利亚，你在神面前已经蒙了恩，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取名叫耶稣，他必永远作王。我没有出嫁呢，怎么有这事呢？圣灵将要降临在你身上，你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时天使就离开他去了。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这时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约瑟，你的未婚妻玛利亚即将怀孕生子了。这怎么可能，我们还没有成亲呢。玛利亚，玛利亚，我要休了你，要不然左邻右舍一定会指指点点，叫我怎样在这里生活下去。不行，这是神的旨意，我怎能违抗呢？哎，叫我如何是好？哎呀，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约瑟，你会不会很为难呢？到底要不要休掉玛利亚呢？还是不要休掉呢？实在好难抉择啊。圣经里面说约瑟是一位义人，他不愿意明明的来羞辱玛利亚，而是想呢，是不是暗暗的把他休掉。透过圣经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诞生并不是约瑟和玛利亚同房发生了性关系才有了耶稣。耶稣的生命呢，是圣灵感孕，让童贞女玛利亚直接怀孕。但是呢，耶稣依然是喊约瑟为父亲。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约瑟并没有休掉玛利亚。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做了一个不一样的选择，而且可能是约瑟呢从来都没有想过的选择呢？
希望你下一次继续来锁定天使夜未眠，继续来分享你我他的故事。我们下回空中再见，拜拜。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的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痛歌唱不停。是你爱温暖像阳光，小小雨滋润我心房，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光是下雨，是想